等等，你就这么走了？就这样，连句话也没有？都是些伤感的话，还是不必说了吧。你要上哪儿？只想离开这儿。你还回来吗？不知道。是烦了，腻了。 厌倦了，阿秋，别逼我。你们男人是不是都一样，说走就走？等到多少年以后再来后悔，再来认错？我不会后悔，更不会认错。 阿秋，求求你，别逼我。逼你？你算哪一种男人？我没有想到，你竟然如此的自私。我们两个是清白的。清白的？那你的心呢？你的心能清白吗？如果能够。 就都忘了吧。好，我听你的。我阿秋活一天，大彻殿就在这儿一天。 如此甚好，免得隔靴搔痒，老说不到主题。哈哈，请说。昨晚上那一仗虽说没有抓到刺客，但刺客已经身受重伤。如果您再行个好运的话，没准刺客已经伤重身亡了。哈哈哈，但愿如此。不瞒您说，这仗下来您是毫发无伤，我手下的人可就……哦。 都尉原来是为了这个，好说，好说嘛！哈哈哈哈，齐掌柜果然是个爽快人。那伤一个是多少，死一个又是多少？这价钱嘛，都尉，请明示。齐掌柜既然已经把话说的那么明了，那我也就不说了。你齐掌柜怎么样一个心情？我吕彪全当是一个交情。其实啊，在都尉没来之前。 我早有准备，本来嘛，两军对垒，粮草先行。哼，痛快，痛快。请，跟我来。好。这是800两，一旦凶手归案伏法，我还有孝敬。 跟明白人打交道，就是有这么个好处，不用你操心，人家全都给你办好了。以后仰仗都尉的地方还多着呢。放心，只要以后齐老板发话，我吕彪甘为犬马。明天。
我还要出趟门，亲自去凌城接批货。届时，放心吧，刺客已经身受重伤，在短期内他是无法行动。我保证您这一趟是怎么去怎么回，连一根汗毛都不会少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啊！走，喝两盅去。喝两盅，喝两盅。请，请，好。有报，天道好轮回，不信抬头看，苍天饶过谁？是你？哼，不错，你以前是一条狗，狗仗人势欺负人，所以我打你。现在你虽然不仗人势了，但是你仍然是条狗。你既然没有惹我，我也懒得搭理你。不过我要奉劝你一句话，伤天害理的事不要做，否则连小命也会搭上。不做，咱们不做。你们好自为之吧。多日归来之后，想必有诸多公司事务要办。回大人，属下已经处理好了。本府要你立刻前往归德府查明一些传闻。是归德府发生重大案情了吗？目前尚无可知，只是一些传闻，不过其中却有一些怪异之事。什么怪异之事？据说归德府近日频传刺客杀人，但丧家苦主却无人报官备案，而一些富商巨贾竟然私雇官兵保护，整个府衙官差几乎已沦为保镖护院。如此说来，莫非是地方官商沆瀣一气，贪赃枉法？目前尚无真凭实据。大人的意思
属下明白。还有一事，昨夜有一老者在府衙门前鸣冤鼓响，彻夜孤坐，直到天明。本府问明缘由之后，方知老者乃归德府的农民，其孙女在日前遭人奸污，为保名节，悬梁自尽，因而上告。如果是归德府人，为何找到这里来申诉呢？若究其缘由，本府以为归德百姓已信不过他们的地方父母官了。落叶知秋，也许归德府此刻正是民怨沸天，这也是本府要你前往归德府的原因。属下立刻前往。这半块玉坠乃是死者翠儿临终之前紧握手中之物，也是目前想查明真相的唯一线索。去吧，本府静候佳音。属下告辞。说，你有什么尽管说。掌柜的可认识江北周？我说掌柜的可认识江北周？我何止认识，我跟他。那你一定知道这是什么。明天的雨像千万根刺一样落在身上，但我还是愿意站在雨里面等，等着这两个男人回来。他们从不问我接了多少客，我也不问他们做了买卖没有。三个人在一起除了喝酒就是笑声，
那些笑声在旷野里，快点，变成了独有的标志。远远的，别人就会知道是我们来了。快点，快进来。那个时候，我也以为自己是全天下最快乐的女人。但是，日子在那一天夜晚彻底变色。瞧你们两个淋的落汤鸡。哎，这里面是什么呀？来来来，很香啊。我特意给你们熬的。哦，熬的什么？你们好好的补一补。啊、哦，嗯，有口福了，香啊。哎呀，怎么还不好啊？哎，别着急啊。好好，再来再眺望点。嗯，好。哎，给您倒点酒。来，那黄和尚，干杯。哎呀，君味道不错啊。好不好吃？嗯，好吃好吃。不好吃？这什么东西啊？不要急。是什么？哎！哎呀，好漂亮！喜欢吗？嗯，好看吗？真漂亮！那是一笔横财，到现在为止，我都不知道那些金银珠宝是从哪儿弄来的。也许。我永远都不知道。常言道，物极必反，乐极生悲，这话一点都没错。那天晚上，我们三个已经是酒醉饭饱，可是那两位爷们儿还坚持要出去喝个痛快。嘿嘿，怎么样，这个好看吧？哎，我就知道你带着它是最好看最好看的。哎，等我有了钱呀，我一定再去买最好的最好的。哎，你看看，哎，哎，怎么这外面又是雷又是雨的，还要出去喝啊？是不是嫌弃我这儿？哪是嫌弃，我是想出去再痛快一下。是不是我和千里把你放单了？这话说得更远了。我在想，今天这日子分明是老天爷赏赐我的。咱们兄弟商量好了，打明天起啊，咱们扯自己的旗，做自己的生意。嗯，从此不必再仰人鼻息，替人挎刀了。嗯。哎，哎，等等，嗯，我跟你一块去。好啊。知道了。回去吧。小心啊。哎。驾驾。他们两个在那天从雨里来也从雨里走的。这种来来去去对我来说已是司空见惯了。可是等他们两个再回到野铺子的时候，我们三个人的命运也就跟着改变了。那天我被马蹄声惊醒了。
急死人了！啊！阿秋。带着他，总有一天你会回来的。哎，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！之后，我哭了整整一个晚上。至今我弄不明白，江北洲为什么要那么做？是为我，为应千里，还是为了我们两个？这是他心中永远的秘密。后来，为了确保江北洲能活下来，我托人送了银子给县衙里的刀柄师爷，同时三个月之后，上头给江北洲判了一个徒刑戍边的刑罚。走的那天，
我和应千里在沙家吐蕃为他刺的信。兄弟，吐蕃这一别，要再见一面，不知道要何年何月了。好好保重自己。我阿秋虽然算不上好人家出身，可是老天爷眷顾，给我这么好一位兄弟，我阿秋这一辈子值了。关山万里，相知片心。这些日子我在大牢里也想明白了一些事情，有时候让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高高兴兴的，就算吃点苦受些委屈也算不了什么。兄弟，你吃的苦都是为我吃的，这个时候还说这些干什么？只要你好好善待阿秋，我所作所为也就值了。下半生，我若有幸有个一儿半女，我不，不，你一定会有的。到时候一定要带着他们回来找我们。我若有幸有个一儿半女，兄弟，要不我们现在说个娃娃亲？好，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嗯，好，好了，上路了。走，兄弟，一路珍重，一路珍重。江北州再也没有回过头来，直到身影走入山才回过头。他是我见过心最软的硬汉子，之后野铺子那边应千里也来得少了，我们三个人的笑声只有在起风的日子里才有那么一点点回忆，三个人的身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你问我这些干什么？你又是谁？那个重病的姑娘就是江北州的女儿。你说什么？她就是江北州的女儿，江水。江北州，江北州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终于回来了。那你和他的女儿又怎么回到归德来？那现在江北州他又在哪里啊？不瞒掌柜的，江北州已经死了。什么？江北州已经死了？是的。死了多久了？一年前。一年前的一个好消息，没想到却酿成了一场悲剧。
那天下午，守备屋子门前突然来了两个人，一个是官差，一个是一般的汉民百姓。但是那个人的外表一看便知是个练过武的人。难得啊，江北州的朋友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把他忘掉。人生一世，能交到这种朋友那也值了。阿茂大人，你去把江北州叫来，就说他的老朋友来接他回去了。哎，不必麻烦，在下只是想给江北州一个惊喜，若是有人带路的话，在下倒想亲自前往探望，顺便还可以小叙一番。嗯，那也好，反正江北州已经是刑满释放的自由人了。阿茂大人，你就带两位客人走一趟。是大人。当我听到江北州已经身获自由的消息时，我也替他高兴，于是那两个人跟着我走了一个下午的山路，才来到江北州的家。那一年外敌入侵，官军也多次剿战，在一次接仗中，江北州义勇冲入敌阵，救了守备一命。为了奖励他，特许他住在监外屯中。江北州经人介绍认识了苗族女子尹喜，两人成婚之后不久就生下了一个女儿江水。虽然只有两间草屋，日子过得也十分艰苦，但是江北州却一直说那是天上人间呢，甚至还说在他刑满之后再也不想回到中原来了。贤弟呀，贤弟呀。哎呀，来看你来了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孟哥来坐。您坐啊，我不用坐，你们聊着吧。来，先喝茶。好，喝茶喝茶。好好好，来。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兄弟他还惦记着我。哎，这一晃啊都20多年过去喽。我家主人不时提及江先生当年的恩义，所以在江先生刑满之际特派在下前来相迎，在路上也好有个照应。他想的还真周到啊，不过可能叫你们失望了。哦，江先生何出此言呢？哎，蹉跎岁月，眼下我已垂垂老矣，再说在这大山之中一住就是几十年，样样都习惯了。虽说魂归故里是件好事，但毕竟有番折腾，我想还是算了吧。这样看来我家主人确实是要失望了。哎，先不说这些，有朋自远方来，自当以酒当歌，不亦乐乎。今天你们先住在这里，我请贱内给你们烧几样你们从未尝过的人间美味。猫哥，哎，有劳你下山到黑大叔那儿雇些酒来，今夜咱们要好好的喝上几碗。不好，我这就去。江北州来的时候是那么爽气，来，20多年的苦难过去了，他依然还是那个样。过去你们做朋友的时候我看不见他的事儿，但是在我跟他交往的日子里，他就像是一尊神，来，一尊让人安定的神。嗯，哎，吃菜吃菜。好。猫哥，酒又没了。兄弟啊，这酒意思到就行了。这位朋友风尘仆仆，想着也累了，不如先歇了。
明天再接着喝。那哪行啊，猫哥，有劳你，再走一趟吧。嗯，哎，那好吧，那我去。啊，来。嗯，我知道喝到了那个份上，要劝也劝不住了。虽然我心里有十分不乐意，但我还是下山去了。哎，自己来。好。嘉兄。江兄。麒麟冲，你别走，爹，爹，娘，娘。那就是我买酒回来以后看到的景象。此后一年，江水就不再开口说话了。又过了三个月，我也回归自由之身。想起江北周生前曾告诉我那段娃娃亲的事儿，我决定带着江水走出大山，一来想治好他的病，二来也想找到迎千里，问清楚这一切的一切。走，带我去见他。好。水儿，你爹爹生前的朋友来看你了。孩子，别怕。就是你的家，好吗？秋怡，以后在秋怡这儿，秋怡再也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了，好吗？走，放开！走，不，你们这，啊！
外有天比你高，大富贵比不上身体好，无忧无虑品尝心到老，看得通想得开别爱计较，宽宏大量开口笑，我朋友要比多仇人好，让人一步世界大多了，真心好，久了总会被看到，不需要急着让别人知道，真诚多，友谊才是宝，尝过人情冷暖最明了。现在讲谁傻瓜言之过早，人会好心有好报啊。生有什么才不算傻，自己快乐满意就好，自己快乐满意就好，自己快乐满意就好。